适配全新宝马 Z4。今年8月，全新一代的宝马 Z4 M40i FE 在美国原始喷首次亮相。在正在举行的巴黎车展上，我们前方的小伙伴趁机更加近距离地感受了它的魅力。2017年，宝马宣布全新一代 Z4 概念车。如今新车不仅保留了大量概念车的经典设计，对于运动气息的强调也凸显了出来。冰冻橙色的金属喷漆与黑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，延续了经典的软顶棚设计，让车辆看起来格外潇洒。全新一代宝马 Z4 整体造型与概念车有许多相似之处，车身设计时尚动感而有张力，一眼望过去就能感到扑面而来的运动气息。前脸基本继承了概念车的颠覆型设计，巨大的双肾式进气格栅尺寸格外宽大，网状格栅区别于之前的概念车点状，下方进气口看起来格外凶狠。矩阵式自适应 LED 主动转向大灯和 LED 日间行车灯造型相比于传统的鹰眼式大灯，在进深上更具立体感，正面看起来也更加年轻化，